这是我的脸。看，你去打，你去打吧。这支影片我是在晚上九点特地化妆、穿很美的衣服拍的，所以请珍惜。在上次的 Q&A 中，你们问了我很多很多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回答问题吧。可以露脸吗？以后会不会拍其他系列的影片？会拍很多手作的影片，还有。可是手作不是其他系列。这全都叫 Candy DIY。喜欢哪个团体呢？你有喜欢的团体？几年级？高一，明年高二。Yes。你单身吗？对，母胎单身。为什么选择当 YouTuber？ 因为初三年尾放假的时候很无聊，完全没有事情做，所以就入台 YouTuber 玩了。比较喜欢软软还是史莱姆？软软。史莱姆也是喜欢，不然也不会拍史莱姆的 video。有玩抖音吗？没有。可以跳鬼步吗？什么是鬼步？你住在尼莱吗？不是，我没有住在尼莱。我想不到剪很久，没办法知道问。会不会拍另外系列的影片啊？这个打过 OK。哪里人 ？KL， 什么 ？Malaysia KL 人。哎，这样子会很肥嘛？因为我刚这样子，一直这样子，我没有把头低下来。你为什么呢？你的订阅目标是多少？十万。可以做史莱姆送粉丝吗？破五万，五万订阅我就送。可以用热文介绍自己吗？不可以，答案是不可以。不可以，我要尝试，我一定要尝试。安阳，不是。我有学过的以前。你可以唱歌给我听吗？可以啊。你有多少好哥兄弟姐妹？有 sister 吗？一个姐姐。你要吃咖喱味的？你会选择吃巧克力味的大便还是大便味的巧克力？大便味的巧克力，因为它不会拉肚子。可以开一只马吗？啊，可以。OK。你可以刚刚。你可以给我你的 WeChat 吗？我没有用 WeChat。你几岁几高？十六岁。158。应该啊，还没有量耶，可能是160耶。你卖史莱姆吗？其实有卖的，地址在这里。那种网上卖就可能迟一点啦，现在有一点忙。我的胶水做出来的透明史莱姆为什么这么硬？可能是你胶水的问题。你用什么 app 剪影片？Final Cut Pro。哎，等下，会不会收音不好？可以公开你家地址吗？什么让你坚持做 YouTube 频道？你们的支持，还有，因为这是我的兴趣啊，做手作是我的兴趣。可以来台湾玩吗？可以，可以，以后有机会。可以拍整人影片吗？不可以，我不喜欢整人，是一个很乖的学生。长大有想过当警察吗？没有，我是不会当警察的。甘油在哪里买？哦、oh, ，Watson， 然后找给你。是谁启发让你当 YouTuber 的？我自己。没有啦，有一些 YouTuber。为什么这么多人叫你开一次吗？我的天啊！你的星座是什么？巨蟹座。可以现场唱一首歌吗？可以。2 hours later， 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脸上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。每个月可以拿多少钱？OK。唱等你下课。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天空。你有想过在 YouTube 退出吗？
现在没有，以后可能会有啦，可是现在没有这个想法。我的软软比你多。OK， 你很厉害，你的好朋友是谁？我的好朋友是我的电脑，还有我的手机，还有他。耶！可以拍人羊的影片吗？什么羊？哦，现在啊，我不拍羊。在学校是什么社团呢？学生警察团。你如果觉得费，你帮我 skip 掉好。可是有问你一个 OK 的问题，会不会和别的马来西亚 YouTuber collab 合作呢？会啊，如果他们请我的话。爸爸妈妈赞成你做史莱姆吗？赞成，所有材料都是他们买，不然我也是不可能会有这样多材料。怎么好多问题耶？好啊，不行啊，我的错，五二一。五二一，在哪里买硼砂水？硼砂水，水是自己的水，硼砂是药房买的，然后把两个扣在一起，就有硼砂水。要怎么录音？拿你的耳机，拿那个麦对准你嘴巴，然后你去讲话。可以拍读书方法的教学影片吗？读书方法，我学习没有很好。都是可以露脸吗？最多？所以我就很。这就是他的脸。OK， 开心吗？美吗？今天影片就结束了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，就记得订阅、按赞还有分享出去。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？可能我会做第二次 Q&A， 可能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这是我的手机壳。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家里的玩具，因为我有很多。第一个是这个，这个是一个 We Bear Bears。然后第二个是这个，我不知道，我很喜欢，因为它很像我，有像到。还有开嘴巴有牙齿，没有像到。第三个是这个，这个是可以放手在后面的。还有这两条鱼，这两条鱼我不喜欢。还有甘油，结束了，结束好了。